食老就是食天遐酸啦。阿弟，阿弟有借着钱无？无，无啊！哎呦，惨！阿弟阿妈无，阿厝头家，甲阿公明仔载要付伊钱，我即马借无钱。哎，好，我回去来去王家，甲头家娘借钱。哎，阿母，袂用的啦。 我即摆才拄共石头路尔，你讲去用借钱，安尼歹势啦。对啦，安那分嘞？得困啊，我两下分啊吼，后摆吼你较注意。阿母，安那分是啥物代志？无啦，我是讲，你若送伊去学校吼，一定爱看伊入去学校就对啊啦。安那分到底是安怎？你直接讲啊！到底啥物代志啦？ 啊，都老师来咱兜讲，我总伊无去读册，无去读册，啊，伊走倒去佚佗啦。较细声，囡仔在困啦，你是？我即摆直接来问，哎，无啦，你哈？啊。
个外省哥在拼你赚钱。希望讲你莫甲阮同款靠劳力去赚钱。你即摆甲我偷偷厝，搁讲白贼，你让我真失望的，你知无？我今仔若无拍你哦，你拢毋知要咩。太细无哦，妈妈是看婆婆，你到底是从伊倒位？阿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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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吵到，到阮阿公阿嬤也袂转来，我进来遐看卖咧。老家啊，你安怎早？我若无遐熬早吼，那明天也走出去吼，我妈等我三五四啊，啊出错了。出老家啊，我今日才会钱啊，哈？干阿只啊，尔？那恁电租家个出租都无够呢，啊？紧走啦，紧搬出去啦！出老家，我求你啦，阮查某孙仔查某。才走出去，阮查某囝去找伊，到即马天光拢还袂倒转来。我拜托，搁较安几天也好啦。你莫讲遐济好唔好？无路用啦，咱三工前就讲好话呢。你若无来出租给我吼，你就一定还搬出去啦。拜托你，你可怜我好无？你可怜我。你到底是要搬唔搬？你若唔搬，我替你搬啦。你应该搬出去啦！过两点钟外，你若无搬出咯，我就紧去啦，给你赶出去啦！朱大哥，朱大哥，莫讲遐济啦，紧甲搬啦！朱大哥，不要紧嘛！地公伯，我无做什么失德的代志，是安怎我要你歹命？你来看看我，是讲我即摆是要安怎？是要搬去倒位？那我若倒去，查某咱是要安怎？代志到这，咱无搬也袂用，咱先搬，搬了，再搁倒来找恁阿母。厝是要安怎住啦？是啊，有通住，较也无通住。住计咧睏咧公园，也是咧睏人庙边。这间厝虽然吼有较旧啦，啊，不过吼至少咱唔免找人晒日啊，啊，整理整理咧，清清吼就好啊。哇，你要紧吗？是啊，爱干啥你就做啊。我你家在哦。健康健厝给咱住呢，啊，若无，咱毋知要去住倒位哦。我已经在跟老师讲，我毋是故意要逃学。老师，你紧出来，你紧出来！老师！叮着了，阿母讲啊，还有几工无？阿母，无紧啦，搁有一个无好预感的。嗯，我是等下旧厝看卖，阿有倒转来无？好，好。较细点哈，我知影。小心点吼！我知。太无人滴的啦！我到底是要安怎才好？李老师，啊，你来找人问价？
臭太太，你回来拄啊好啊，紧的，你倒来陪伊啦。陪伊？系啊，啊紧的。哦是手机，卡动啊动太紧，亚兰，有可能不敢睡觉了。呀，医生安怎讲？阿母，医生讲阿芬即摆只是外伤，即摆甲我烦恼讲有脑震荡，等你若醒起无恶化，才有算讲退翻危险期。哎，这个囡仔无代无志，走去巷口要找老师创啥啦？老师讲。阿文去找伊的时阵，甲老师的话要甲讲，结果伊都叫车甲弄掉。老师去甲报，阿文甲我甲讲，老师，我不是条狗，伊要偷走猪的，结果人都昏去啊。一个乖孙，阿爸不敢啦。阿文，妈妈对不起你，是妈妈误会你。请你原谅妈妈，你一个坚强活落去，妈妈一定会我疼惜你阿芬，阿芬。我是要安怎才好？我若搁找无头，我是要用什么来还阿芬的医药费？真无用，我也爱做工课，做散工啊，无时间好照顾你。你家己身体都爱顾好，你甲看卖啦，你是当要继续做爸，你知无？对啦，今仔医生来看咱，啊又讲伊当时来请假无？医生是讲哦，咱阿芬啊是真正常啦。妈唔过，杨哥，唔知当时会醒起来对无？杨文，你一定要醒起来，杨文，你一定要醒起来，你莫甲妈妈吓惊，杨文，你一定要醒起来。
段恩爱的过去，剪不断的情，愈想是心愈乱。怀念的一间房内有你的秘密，因为咱的爱爱念着死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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